我无法在此无常，我在此来此何苦？自从昔日流传仙境一别，这可是久违的香月回面，这乌仙宫玉楼，要不要别来之意？嗯，我是命获得家乡的教诲，虽然多数令人嗤之以鼻，但其中一条，我可是独信不疑。哦，哪一条？不可饮食陌生人的物件。咦，上高大人，这样说就见我了。一不相瞒，一直路行入，我便听见晚后的乌嘴幻响，力度必查。该不是想用酒来骗你用人，那该是正义感又不发吧？